他的 key 我降两个 key 唱就刚好，像风一样，像风一样。其实他唱那个《永无失联的爱》，其实气声跟混声用的很多。然后像风一样的话，他其实真声部分还蛮多的，所以我估计他像风一样的 key 就没有升到特别高，为了保证真声部听起来好听。所以他像风一样的那个 key 我就可以唱。今天是少侠不在对吧，所以是啊阿猫啊，我看到你们说的鱼巴那个帖子了。怎么会有人这样子啊，还细心的把每一天谁参加了谁得了几分给统计出来，这也太丢人了吧。咦，这个好看，情人节2500块，不行，我明天下午要玩糖豆人，把这个钱给赚到。太过分了实在。然后除了我之外最笨的就是阿猫。阿猫你怎么这么笨啊，你都那么多次没有参加分还那么高。真的太丢人了。谢谢白茶的即视感送的飞机。你不是全勤奖啊，龙腾，你昨天就不在。咦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跟以前的那个不一样啦？和以前都不一样了，什么鬼？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，谢谢冷 PG 开的游侠，谢谢，恭喜肥叔粉丝牌升到19级。感觉后面卡了好多人，就有好多人卡在开始的那个地方，你看就突然过来了一大波人。咦，这个条纹是什么？
你打算重新开个号来开贵族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呀？牌子重新刷过就是只有一级，为什么？你这个号好歹还有十二级牌子呢。现在有可能随机设置新的障碍。好啊，现在我不想用了，好吧。所以只有抄作业和以前一样，没有任何变化，抄就完事儿了。咦，你们两个的衣服好像是一样的耶。你们俩是用了一样的衣服吗？我看。人家在抓我干什么吧？完全没有记，到时候抄他们的好了。啊，这个号是当初朋友做游戏主播的时候刷的，好吧。我最后一个我都忙着跟他们推来推去了，完全没有看地图。然后就抄作业，我也不知道是抄谁的，他们俩长一个样。咦，我有尾巴哎。哦，把尾巴抢了，那我去抢别人了。决定就是你了，小蓝。咦，逮到一个小黄。哈哈哈哈！不是吧，我们小绿为什么只有三个人有尾巴了？你们前面抢了我尾巴的人呢？好样的，再去抢别人。哇，这里好多尾巴。谢谢叶兰送的两个飞机。我们团队赛怎么啦？真是的，我们赢了。
哎呦喂，这一关可坏起来了，我预感我要加分了，他们会针对我。哎呀，太讨厌了。果然掉了，咦，好像还有人掉了 ，nice， 有人和我一起掉就可以。还有谁掉了？还有谁掉了？只有我们两个掉了吗？哎，快起来了，不对，好像还掉了一个。还有谁掉了？阿朱，你是不是也掉了？我看我们裤衩小队只剩一个人啦！恭喜拆个红豆包，粉丝班升到15级。阿朱也掉了 ，nice 呀！只要不是只有我掉就可以，感觉龙腾没了，他已经在最后了，他好可怜，还一直被揍，呜，好惨呀！啊，啊！好僵硬，确实。你们俩为什么要穿一样啊？啊，阿朱，你们三个为什么要穿一样？幸福我没有这个颜色，是不是？怎么那么过分啊？是 Frankie 的两个飞机。你看，都怪你们乱换皮肤，坏起来了吧？一个差不多的，我就是山寨，怎样？恭喜 Frankie 粉丝牌升到23级。山寨版。比如说这个颜色和我今天衣服的颜色还蛮搭的呢。
他们都在。小队一路狂奔，哎呀，被锤了，哎，被锤过去了，有一个连滚带爬滚进去的是谁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好，裤衩小队全员存活。哦吼！哎呦，好害怕啊，为什么你们几个都在这里啊？能不能离我远一点了？哎呀，不要跟过来，烦死啦！走开走开走开。讨厌鬼啊，他们现在都长一样，我又分不出来，烦死了。好像掉下去一个耶，是不是掉下去了？哎呀，太笨了吧！猫它跑过来抓我。真的笑死。不对，阿猪你是不是也没了？你人呢？啊，原来那个过来抓我的是阿猪啊。没有，刚刚那个过来抓我的是阿猪，然后他也抓错人了。啊，不是，他不是抓错人，他是自己没跳好跳下去了。在这里抓我，但是不影响，反正这关我没分了。龙腾是不是也没了？我怎么觉得他也没了？龙腾呢？龙腾也没了。哎，你这何必呢？害人害己。谢染萌送的飞机。怎么换？别换呀，快继续。
今天猪猫生死局了，阿猫顶不住了，阿猫要换了，换个和阿猫一样的。哎，我好像没有阿猫那个，我居然没有阿猫那个，哎呀，那算了吧，换回这个吧。这个蓝黑的我好像有。干什么？烦死了！恭喜爱的殴打粉丝团升到17级，拷贝忍者卡卡西。掉下去了，难顶。哎，啊，他也太不争气了吧！那怎么总往下掉啊，笨逼！活下来了。咦，这不是阿猫吗？阿猫，这是阿猪，来一个阿猪视角。应该毛的问题。阿猪也太惨了吧，怎么到那里还会掉下去呢？完了，我感觉阿猪好像要没了，应该还来得及吧。阿猪心态崩了。同学，确实没想到，
哇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阿猫，阿猪死了，他就跑来拉我。还要拽我，谢谢七七看女神送的枫叶摩天轮，然后我把标题改一下，现在已经没有双倍了。一个是小绿豆，嗯，这个是龙腾吗？不行，抓尾巴不行，抓不住人。哦，学长爬高。确实是龙腾，救命救命救命，你没了，你刚刚不是过去了吗？怎么没了？好吧，
刚刚已经宣布了，今天可以不用解散，也不用打晋级赛了，我今天下午已经晋级了。